风和日丽的好天气，浴佛前一天，慈济志工到植物园设置浴佛台，设定标线，就是为了当天活动能够尽善尽美。其余志工练习走位，后面的都不动，我们不走上来，你们不动，好，那我们先不要动，先不要动，这边叫做花，你们走到花的位置，前面的两排直接往前走一排。好，现在还没有，你们了解状况了，详细了解动作细节。动香放下去了，汤起来了，沉正信实之心。然而浴佛当天气温却从摄氏25度骤降不到摄氏10度。直播会关吧？还好了，加关，不会的。好冷哦，才70岁算什么？那个你讲我过年没去，好冷，手都红的。啊，为什么还要来？欢喜吗？欢喜吗？开心。虽然呢天气预报是下雨，但是所有的师兄师姐非常的感动，大家一早6点多7点都已经来布置，那我想展现出这个浴佛慈济的精神。那同样在雨中呢，我们可以感受到，把它想象成是法水滋润着我们的大地，滋润着我们所有的众生。我们希望这个法水能够让全世界能够更展现出平和的力量，对慈济来讲更是一个坚毅的力量。我们相信上人的法，相信慈济的精神，让我们一起把佛陀的精神传递在纽约的每一个角落。尽管风雨不小，每个人身上的雨衣早已湿透，鞋子也满是泥泞，志工们依然流露坚定道心。在晨星齐三院的歌声中，祝祷天下无灾无难。台新闻纽约报道。